迎接2014风跨年，却传出了不少意外。高雄有十多位的学生爬上学校体育馆顶楼，想要去看烟火，但是这其中一名男学生却做破了采光罩，人就从五楼一直跌落到地下室。而另外有成功大学的学生，是一天骑了500公里，从台南赶去台北，接着又要骑去花莲，疑似因为精神不济，在苏花公路迎面撞上了明隧道的柱子，就在新年的第一天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暗夜里，救护车直接开进校园，要抢救一名重伤学生从体育馆顶楼摔落地下室。男学生重摔在乒乓球桌上，无法动弹，伤势相当严重。他有撞到桌，所以有个缓冲。他的伤势大概是怎么样的伤势？大概就是内部有多处出血，脑部还有四肢有骨折。重围现场，前镇国中体育馆已遭封锁，顶楼采光罩破了一个大洞。这起意外发生在12月31号，排球队留在校内办联欢会，晚间11点半，十多位学生提议上体育馆顶楼观看梦时代烟火，还有4位家长陪同，却酿成重大意外。一上去，那个个子比较高的小朋友，他无意间好像好奇说：“哎，这个灯光罩从来没有看过哦，这一块嘛。”结果坐下去就一下就滑下去了。但顶楼本来就管制禁止进入，消防和家长却轻忽管制，难辞其咎。那起意外发生在元旦清晨，一名就读成大一年级的男学生疑似连夜疲劳骑车，在苏花公路撞上明隧道的柱子，机车车头全毁，人当场陷入昏迷，送医不治。他们一行5个人，搭乘3台的那个摩托车啊，其中死者哈，他是单独骑那个骑一台摩托车，另外哈，他们2个人各骑一台摩托车。这名黄姓大学生和其他4名同学，12月31号下课后，从台南骑车狂飙到台北101跨年，之后再直奔花莲，想要欣赏元旦的展旗银树光。一夜之间，竟骑了超过500公里，发生车祸意外，也让家属悲痛万分，难以接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